斯顿忽然变成了一所陌生的学校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所有的人都分外的想念云海。云海，你到底在哪里？恨不得下一秒钟就能见到你。为什么一想到你，我的心就会跳个不停？好像你此时此刻就在我的眼前，对着我微笑。医生啊，把燕窝粥拿过来。妈，你真是太累了。这是给您蒸的银耳燕窝，您趁热喝。谢谢，我现在实在吃不下。沈总，您都坐了一天的飞机了，快吃点吧。对啊，妈。小海现在有什么新的消息了吗？自从去了新加坡之后，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哎，急死我了。小海现在还在新加坡。这个臭小子没事去新加坡干什么呢？谢家龙，沈总，你马上跟新加坡的朋友联系一下，万一小海在那边有什么事，还有个照应。你记得叮嘱他们，千万要和你保持联络。啊，是。快去吧。哎，妈，你也别太担心了，不会有事的。您好，端木磊先生，请签收您的快递。哎，什么东西啊？怎么总有人给你送快递啊？是什么呀？巧克力。是哪个女孩子给你送个巧克力啊？东东，给我来吃一个，吃一个，哎，给我吃一个。喂，云朵，什么？约翰没有回国？好好好，知道了。根据银行卡的跟踪记录，云海现在在新加坡。新加坡？哎，我是怕呀，接二连三触犯校规，那咱们家雨荨就变成校领导眼里的害群之马了。你放心，在爱丽斯顿，只要有我蓝姑一天在，就一定会帮咱雨荨在校领导面前说好话的。咱外甥女的事就交给我了，你啊，一定要努力赚钱，为我们的以后打拼哦。亲爱的，你真是太贤惠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努力赚钱的。我这辈子就跟定你了。停！不许动！什么情况？你们在这干什么？我摔倒了，他扶我。啊，对，我正好扶他一下。没想到，没想到，我没想到，不仅咱们学校的小孩子胡闹，就连学校里的老师都违反校规。瞎叫什么？蓝姑老师，我请你告诉我，这个长相很委婉的男人，他到底是谁？怎么说话呢你？啊？什么叫长相委婉？你不认识我？我是这个学校第一园林艺术大师柴雪村。赶紧松手！我告诉你。猜什么？雪村，不管了，你难道没有接到通知吗？心疼和闲杂人等不能在学校里滞留吗？谁是闲杂人等？我是闲杂人等，我还说你是闲杂人等呢？你再给我说一遍，怎么着？说你了、哎？他是我们学校新上任的校务主管，也是你的顶头上司，崔西。嗯。快点，所有人都快点！我们组内操场集合，把他们抓跑步，快！雨荨，雨荨，快到操场上集合了，雨荨。雨荨，快！跟你说话，听见没有？快起来嘛！打死我也不去。八
哎，徐老师，不好意思啊，快，宋逸群，过来！哎，崔西老师，你好，你好，那个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咱们学校那个园林艺术总监柴雪村，你好，那个雨荨呢？那是我外甥女，我是她舅舅，请你多关照。崔雪，这个人是你舅舅？是。崔雪啊，我知道你一向是品学兼优，所以呢我很看好你。所以我也想让你成为我们整个爱丽斯顿最优秀的学生。雨荨，你看看你，崔老师多喜欢你啊，多跟崔老师交流啊，谢谢崔老师栽培。谢崔雪啊，那么现在你就为我们整个爱丽斯顿的学生做一个表率怎么样？那应该应该，那就加跑五千吧。加分，就不是这，行，去。崔老师，你看这孩子他就没，不是叫我多多栽培的吗？可是，我是贵手一抬，就成了刽子手。贵，你听好，你最好给我老老实实的回到岗位上去，不然担心我。OK， 好，知道了。老师，我拉肚子了，我想去上个厕所，行吗？疼得不行了。去吧。好，谢谢。快，跟上！哎呀，别吹了，我这急着上厕所呢，你还吹口哨啊？你说你一个电脑天才。